控制我们这个三通道的融合大屏，我们可以播放视频，可以暂停，可以播放，可以快进，可以快退，还可以停止。好，我们可以把电脑给关掉。我们现在可以控制我们的电视机的开关，我们可以把电视机关掉。好，电视机关了，我们可以打开。好，电视机已经开了。我们还可以控制这个一体机电脑的开关。好，我们把将这台电脑关掉。好，关掉了。然后这台拼接屏的电脑的开关，我们也可以进行控制。我们可以控制它的暂停、播放、停止，同时也可以将电脑关掉。好，电脑已经关掉了。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L 型的两通道的大屏融合，我们同样也可以控制它的暂停、播放以及音量的增加、建议建成并减公小、示。停止以及关机。现在进行轰轰烈烈的进行。我们可以控制这个一体机的关机。给予这个伟大的时代，中国电力啊，电子成为备受尊重。